小朋友们好，我是厨师，我要来炸薯条了。这是我的锅，里面有薯条，还有锅铲，打开煤气炉，炒。你今天要煮什么啊？我要来炸薯条给你吃。好啊。先让它炸一下。这里有树叶盘子。下点盐。继续炒。好香，再多炒两下。好香。这是番茄酱。继续炒。好了，准备盘子，关掉煤气炉，藏起来。都已煮好了。先装一盘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可以吃饭了。我们开始吃薯条吧，这是我炸好的，沾番茄酱才好吃，好香。很好吃。沾番茄酱。又酥又脆，好香。好了，小球在通知我们。对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我也吃饱了。我炸的薯条好不好吃？好好吃。
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，喜欢请订阅绿茵网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